大爷，您要吃点什么？一碗米饭就行。好的，您稍等。妈妈，那个爷爷好可怜。奶奶，他身上臭死了。臭老头，你看你身上又脏又臭的，怎么好意思坐在这里吃饭？给你一盘菜，快端出去吃吧。老板，给我加一份烧鸡，麻烦快点。奶奶，您这还能闻到臭味吗？那个臭老头走了，自然就没有味儿了。奶奶，您这不仅没有臭味了，就连人味儿也没有了。你的小孩，你的烧鸡。妈妈，你能不能把我待会儿买裙子的钱先给我？宝宝，妈妈知道你想做什么，妈妈支持你。小朋友，你怎么也出来吃了？屋里太闷热，自然风吹着多凉快。刚才那个奶奶突然感到歉意，特意让我来给您送一只烧鸡。来，爷爷，您快吃吧。爷爷，这里好凉快，我们能坐在这里吗？哎，孩子，坐吧，快坐吧。谢谢爷爷，我们刚才点菜点多了，麻烦您帮我们吃点吧。